常福，常福，是你吗？常福，我是永群呐，我是永群。永群，你胡子咋白了？咱们胜利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还在那趴着？你快上来吧，你快上来，快上来。永群，我给你的信，你给我送到我家了吗？我的家人还好吗？常福，我对不起你，你给我的信我没送到你家，我找不着你家，我都找了60多年了。常福，对不起。永群，杀！常福，你告诉我你家在哪儿啊？你快告诉我你家在哪儿！常福，常福，常福！常福，对不起你啊，我没有把你有这封信送到你家去，在战场上你多说一句我就能找到你家，我跑了好多地方，找了好多民政局，可是没有地址啊，人家也帮不上忙。丈夫，我找了60年了，也没找到。祝爷爷，你咋的了？永群，常福，你是常福吗？哎呀，常福，你可回来了！你快告诉我你家的地址在哪儿啊？啊，我家就在这儿啊。不对，你这地址不对，我找不着你家。我家真在这儿，你不信你问我媳妇儿。你媳妇儿？啊啊，你是他媳妇儿？啊啊，那就行了。这个信，这是常福给你留的。常福是英雄啊，是，你得好好保存呐。哎，好好保存。啊，行了，行了，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
人可来了。咋的了？你说。做噩梦了，拽着我手呜呜哭，就管我叫战友啊。老可怜了都。是吗？啊、哦，啊对，给两个这玩意儿。这啥玩意儿啊？不知道，好像跟心肺有关系。行了，你俩回去睡觉吧。那你干啥去啊？我不走了，我在这陪他。行行，你小点声啊，刚睡着。起床了啊！你看看几点了？看看，作为一个民兵，你应该睡到这个时候吗？民兵，你要严格要求自己，民兵永远是正规军的后备军，要时刻准备跟正规军一样的开赴战场。赶紧起来，组织大家进行民兵训练。我们一定也得响应祖国的号召，民兵大练武，民兵大比武。在这干什么呀？起床啊！是，召集大家训练，马上训练。东伟啊，赶紧召集大家，那个民兵大训练啊，民兵。好。妈。呀，来了。忙着呢。啊，整点合同。哎，你住爷爷那边咋样了？你就放心吧，能吃能喝呢，状态老好了。那可挺好啊。但是他最近老跟我说那个民兵大练武那个时期的事儿，说他怎么训练的民兵。我已经通知村里的志愿者了，就陪他演那个时期的事儿，指定能让他恢复记忆。哎，那你需要妈做点啥呀？我也去陪着演吗？那不是，我跟你汇报个情况。那个涉及点费用，你看过去咱的服装啊、景都不行，有的时候老爷子吧老怀疑。我让大嘴他们做了一些景和道具，又从电影厂那儿租了一些军装，还有战场上的物资和道具枪啥的。包括村民的吃住啥的，这不都是费用吗？正常的这钱得我出，但是我一查银行卡，余额不支持我。我寻思妈你支持支持我呗。行，这钱妈出了，一会儿你需要多少，然后到会计那儿说一下。不用跟我爸说一声吗？这点事儿和你爸说，妈就能做主。欧了，吴生，妈发现通过这个事儿，你真是成长不少，长大了哈。妈，哎呀，你就是我亲妈。你说我爸要像你这么支持我，我也不至于卡里余额就两位数。不说了，我忙去了啊！自己多注意点啊！好嘞。雨琦，疼死了！集合！哎呀，集合了！民兵同志们，大家辛苦了！保卫祖国，保卫人民，保卫家乡。好，大家热情都很高亢。今天的训练科目是5公里负重跑。啊，跑10里地。报告，什么是负重跑？就是身体加上重量跑步。大家听好了，我们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身体素质。只有提高了我们的身体素质，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占据主动。报告连长，我能不能训练点别的项目？我昨天干活的时候把腰掰一下。革命工作不许讲条件，民兵同志们，你们一定要认真训练，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军人，以军人的姿态严格的要求自己。祖国信任我们，
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们，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？有。报告连长，妇女同志能不能少跑点啊？荒唐！打仗的时候敌人追上来了，还分男女啊？对，一切听连长指挥。好，现在开始服众。哎，连长，你就别来了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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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我的口令，立正，向右转，左后转弯，头部走，跟上，一二一。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你可坏了！我一会儿再兑点开水吧，没那么粘了，是吧？不粘呢。嗯。小萌，怎么了？啊？这桌子放哪儿？放那儿。啊，摆那儿。来，这桌子搁哪淘呢？这桌子，哎呀，搁广坤家拿的呢。搁我家拿过来的。哎呀，你爸还不愿意给呢。要往硬抬来的，你说你家能有这玩意儿？看齐不齐？可以，这样就行啊。这油本有点低啊。啊？油本有点低。行啊，行，这就行。咱们得抓紧点时间啊！朱爷爷正在训练民兵呢，在他回来之前，咱们得收拾完，抓紧时间走啊！好，来抓点时间，我这边差不多少了。对，可以。那是两张，给拽来，这个拽来。不用拽，站严了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跟上，快点！哎呦，这身体素质也不行啊，这才跑多远啊？都多长时间没这么跑了，谁受得了啊？这是机会，平时哪有时间锻炼呢？那可不咋的，也得坚持。你老爷子80多了还坚持，咱差啥？对，咱得向老爷子学习，向朱爷爷学习。啊，你看人跑的身轻如燕，面不改色。加油！哎呀，强吧，来，太快了。来，我腿都折了，不行了。哎，站住！你往哪跑啊？回家。快跟上！别拽我！再坚持坚持。哎、不行，快起来！哎、年轻轻的还赶不上80岁老头呢。哎，不行了，这太远了。坚持。哎呦我的妈！咱们速度太慢了，说明咱们体能不行，今后要加强体能训练。好了，咱们现在可以减轻重量了。哎呀，让他歇会儿。下一个项目，徒手格斗，全体起立。啊，要体力了，赶紧起来，坐下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来讲一讲什么是徒手格斗啊。徒手格斗啊，就是当你手里面没有武器的时候，看你手的能力。下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，大家看一看，什么叫徒手格斗。来，报告连长，我还差气儿呢，他还行。啊，来吧，来，不是，配合，哎，看着啊，徒手格斗，如果我往回一拉他，他指定往后退，趁着他往后退这个劲儿，借着他的劲儿出去了。好，好，第一排，
向前一步走，向后转。一个人找一个人，按照我刚才做的示范，开始训练。来来，别倒地，倒地，倒地，快点，快点，哎呀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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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哎呦，太厉害了，实用啊，这个上，这个上，来。太高了，这钉谁定的啊？小勇，能够着不？好好好，快！不是，我也够不着啊！你这咋还睡着了呢？喂，老懒，起来，给他马凳拿来，这边够不着了。来，干活呀？嗯，动弹呢？啊？马凳拿来，够不着了。哦，你就赶紧这活。头儿，我可这活没有这么干的。咋的了？你这也不给开支，你这家里那日子不过了。你自己干这个，外边活都接不了。这是好事，咱能跟人要工钱吗？啊？对呀，再说了，咱仨就兄弟有钱，你怎么老钱钱钱的呢？你不累干就出去，别搁这睡觉。再一个，象牙山好人的称号都给咱们了。啊？你要不干，咱俩干。你走。那行啊，我也没说不干呢。那快点动了，马凳来！一天我这发现净事儿了。你说你是傻咋的？这昨天不你传马凳定的？扶住啊！还有没有那包？把那个外边还有，给那两串都拿来。你把这个串能挂？这玩意儿能挂上吗？这玩意儿挂不上。啊，挂不上，一会儿放那边。上哪儿去啊？是跟他俩说话呢？说梦话呢？走，快走！站着！行行，干啥呢？你俩？连长问你呢。报告连长，天冷了，过来给你送衣服。对，怕你受风寒。哼。这点警惕性啊！你俩一进来，我就知道来人了。听脚步声，我就知道是你们两个。这我是认识你们俩，要是生人来了，我早出手了。吧，你俩撂那儿了，知道不？知道。明明训练这么长时间了，告诉你们怎么样隐蔽，怎么样观察敌情，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？连长教训的对。我就说连长能发现我们，他就说发现不了，说连长你睡觉睡得死，发现不了。你看这连长就早就发现咱们了，就多亏你手下留情，要不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咱俩命都没有了。我什么？你以后注意啊，我睡觉了。是。Thank you.
疆场上。